但现在看谢谢非常谢谢好，谢谢，很好，满意啊，满意满意，非常满意。但是后来他跟我说，王姐，你赶紧来。今天是带着朋友来了。我吧，啊，我们俩是好朋友。他说啊，咱年龄大了，咱不能给孩子留下那些。对，这么这么对，一栋一栋走。是是是。是他所以说这难度大。明白明白。我说原来吧，走个路都不费事，现在就觉得在走这个路上都是犯愁。没问题，今天第一天来，对吧？我相信。两三次你都感觉到不一样啊！看见刘敏就看见希望。可以可以，好的刘敏啊，谢谢谢谢。现在就感觉就轻松一些吧，轻松了，对吧？对。现在你在蹲起，你看看有力吗？原来蹲不下。对啊，现在蹲起有力吗？哦，蹲，现在能蹲下来。对，能蹲一些了。对了。能蹲下了。对。原来根本蹲不下。对啊。一点都蹲，蹲坐下吧。对啊。背着这个东西。对对对。现在你看了，现在起码你自己不用扶，哎，对啊，慢慢慢慢的就会蹲到底了。哦，在今天，我先轻松蹲到底。哎，两年前根本不用费劲，我就突然怎么能对，能根本就起不来了。对啊对啊对。你看，哎，有力了，有力了，力气了，对不对？他不用搬，要搬，得搬住，搬着他，对吧？嗯，高兴吗？高兴。哎，有变化吗？有变化。啊，腿都拿起来了。对，没那么重了。不是那么重了，早先哪能拿起来？也没那么僵硬了。哦，也不僵了，僵的轻了。对吧？僵的轻了，僵好。好吧。谢谢啊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谢谢。啊，好好。谢谢谢谢。我原来这么蹲吧。啊啊。哎，我蹲，我全在这。你看。就在这儿，这儿这儿搬。对呀。我现在，我昨天晚上就开始。你看，我昨天做一次。这第一次。对啊。我的感觉吧，就是怎么感觉啊？这第一次的感觉就是有点酸酸的。对，那是扎针。里边好像是吧？就那个血吧。在通啊。通了，但是很慢。对对对。它上不去。对。就是觉得感觉那个很累。对。但是我今天走路，哎呀，我在家我给我女儿说。啊。哎呀，太伟大了，这个大夫。啊，基本上根本就没有能治到这样的，我们去吧，啊，就是皮毛，嗯，那小针头，吱吱吱吱吱，嘎几下，也就是几分钟，对，几分钟也就150块钱，咱们说钱是，就我就说这个事儿，对，它质量根本不行，这就是当时就顶多连一天都待不上，对，马上又就完了，对，对对对，太厉害了，我说。今天我又给我女儿说，我说的，这个大夫太厉害了，我说的。而且刘医生的这个疗法，取根儿。对。他关键这个椎管狭窄根本就没有能治了的。是的，是的。你非要做手术。是是。还得做手术弄把开。啊，那后遗症就大了。后遗症，这就说嘛。嗯。所以说，遇上你真是，我们这辈子不用谈了。他就告诉我，他是因为通过那个。胡大哥他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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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这不和胡大哥他老公啊有点什么合作啊，太好了。他那天那个腰不行了，走，撇着腰，我说我开吧，他还不用，他开过，走到他那里，他那个他说他老，就是他老伴儿一块儿哈，哎呦刘敏，我领你去找那个刘大夫吧，说就在团子里边，说你上那去吧。上那来说的那个大夫确实是厉害，说当时说的我就也是，根本就不能走了，说的。嗯，他也不能走了，对，刘敏也不能走。他说他这个刘敏，他就往介绍那个也说，我根本就不行，他说，哎呀，第一次就能让你，就能走路了，第二次就感觉身上好的那种感觉，他慢慢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。刘敏一听，好能走吧，嫂子，啊，就来了嘛。对对对对对。确实，我们沾光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说我赶紧来，知道吗？我说的，真是高级的大夫啊，上哪找？对，你就全青岛市、全山、全国也找不出几个人，全是根本治标不治本。是，对，治标不治。我昨天吧，我就是回去，哎呦，我这个腿吧，我是刘敏，我这个腿好多了，我说的，我在这就能端起了，端起了。是是。我这不在家弄孩子，家三个孩子，对不对？我昨天干活，你不知道？哎呀，家里。啊，院子吧，啊，我就那个栅栏吧，啊，我栅栏我重新弄的铝的，啊，重新弄完，人家那个，前面那家不要用他那块儿，
我就用别人吧，重新用大端子大那个，重新站，重新搞，重新垫那个用的放那个那个柱子，对，那个柱子，对，我就打那个东西，昨天他们也没人，哇，很累，我用剪剪那个砖，啊，两个，你都参加劳动了，我参加劳动，啊，我有人闲不住，对，很好很好，我家那个房子那个院子一亩接近，哎呀，很好，非常，我就建这个地方吧，啊。然后怎么累的，7:30我就上床了。啊！哎，一点一点不一点。对呀，啊，今天早上起来就没事。今天好好的，啊，这不来走走什么的。啊，没办没问题。我说，刚才我里面说，到现在干净一样。啊！我说太厉害了，我说刚才跟杨博士说。对呀，啊。他做了两次嘛。啊，两次。把他搞定。不过昨天晚上累多了吧，这只腿吧，有点抽。不怕不怕不怕，慢慢我都慢慢就好了。所以说很好，啊，哎呦，我说太厉害了，我说的，杨博士，我说，我跟女儿说，我说抓紧时间，我治好你，赶紧来，嗯，把你那些乱七八糟的毛病治吧。她才40岁，整天这里不好，那里不好，你都，嗯，我是也是慕名而来的，嗯，因为什么，嗯？这个腰这个腿吧，嗯，尤其我们上年龄了，对，今年这不今年68了，对，原来我的身体很好，走个路根本不。费事，对，我现在吧，稍原就是没来之前，就上这个坡吧，家里稍微有点小坡，就是往门口走，我就大门，嗯，就是我小区门口走，原来不在话下，现在就是再走就愁着，一出门就要开车，嗯，一出腿都不行，上不去，对，就觉得吃很多力，是是是，这那天这不和刘敏两个出去，对啊对啊，但是完了以后，啊，在他那个车上不行，腿。啊抽筋，哦，抽的不行了，我这个腿子，我这掰大拇指，脚，哎呦，我说刘敏不行了，我这个腿疼，腿不行了，受不了了。对，他说王姐，快，赶紧上刘博士那去。啊，我说去，赶紧去，我说赶紧联系。啊，联系赶紧联系大夫，我说这缘分。缘分，原来我们两个一块去找那个人办事吧。嗯。找那个大哥办事，他让那个他老婆啊，让那个嫂子对对来。就领他来的，我说刘敏，啊，你赶紧去治，你治好了，我马上就去。Okay. 因为我那会儿能坚持了。对对对。能坚持，因为什么？他干别的就是晚上睡觉。哎呀，你现在痛苦，要了命，痛苦死了！你不知道，晚上起来，你不知道怎么，哎，简直那个最糟的，简直不要提了。我说不管花多少钱，我说就得赶紧把这好了，我说。太好了。这个他不就联系你们吗，嗯，联系我们这个杨叫杨博士，他说下午吧，要下午3点。是今天是第几次？还是第四次。你现在能走很远了，对吧？走很远了，我那天去做核酸，嗯，从来没走那么些路，从我们核酸那个地方转了一大圈，嗯，转没问题。没问题，对，不吃力，上坡也没问题。上坡，啊，原来没点刺儿都费劲，先冲的，啊。对对对，出门就开车，出门就开车。现在坐呀、站呐、起来呀都没问题，蹲就好了。蹲下来就是膝盖使的，不是这个。今天我就想办法帮你这个。哎，现在膝盖好了吧？嗯，哎呀，那太好了。哎呀，我就太感谢你了，杨。哎，我说现在上哪找这个？不用开刀，不用这个那个的。椎管狭窄的这种根本就不行。是，我说我太高兴了，太高兴了。我昨天给那个刘敏也替你高兴。刘敏说：“哎，我的朋友真好。”那个谁，我就给那个介绍来那个嫂子啊，我也告诉他了。我说：“我得感谢你。”我说：“是。”我说：“你看你把俺带来俺这福音。”我说：“俺这辈子不用谈了，不用走不了路了。”是。走不了路，这是最痛苦的，肢体上的。我说我别的没毛病，就是肢体上的。是。这个肢体活动不了，这我今天跟刘敏说，我是家里有一堆金子，一堆金山，没用。你哭，你怎么办？是。你扔都扔不出去，我说的。是。把身体弄好了吧，把腿弄好了。对。这咱贼大福音。很好，啊，哎，学习非常好，你的这个体会也是，反正这是亲身体会，是，现在就有钱你找不着，现身说法，对，不是，这是我们发自肺腑之音，嗯，不是别的，不是在这替你怎么怎么地，是，非常好，这好地方，你昨天来那个，哇，嗯。对，什么手术？他今天说了，对，他说手术的姐说照顾了我。对。我说你真找对人了。啊，俺三个孩子全昨天
从黄岛，黄岛说来不了了，啊、上黄岛接孩子。啊。接回来，我的天，一拉回一三大包这个衣服。哎呀。哎呀，我说全我洗的。啊、嗯。哎呀，全里到外，还有，就是这一个周换下来的。哎呀。还有被套。啊。娘的，全保姆走了嘛。啊。就我自己了，我说我来吧。啊。没问题。没问题哈。要不然那会儿根本走路都费劲。你别说这个。还用这个洗这衣服、啊，那三大包。哎呀，太厉害！刚才你不说我们遇到你真是福音啊！我这辈子我说就怕贪了。嗯。我说好好吧，我说把我姐弄来。嗯。她有我这个体型，哦、好多了吗？哦。哎，比刚才好多了，对不对？刚才疼，她现在、哦、对这好了。对，她膝盖没问题。膝盖没问题。对，比以前好，就是比刚才治疗前好。比刚才这个力气有了。对。对，我再继续加油。你看，哎，对了，对了，对，每一天要练这个，蹲下了，啊，蹲下，来，对对对对，完全蹲下来，你看，非常好啊，非常好，来 ，good， 嗯，这力量不一样，开心不？开心啊，哈哈，开心啊，一下子，好，非常，我的天爷，一下子，对，年轻活力，哈哈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，这就蹲到底了，对，蹲到底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蹲到底，对了，能蹲住了。对，嗯，高兴，感觉蹲不下去，你知道吧？蹲到底了。啊，蹲到底了。好，谢谢你。哪里哪里，再见。蹲着啊。下，哎呀，下到底了，我天儿。下到底了。看见没？看他起了。哎呦，太好了！哎呦，来力气了。来力气了吧？对不对？你看你看。再来。哎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替你高兴啊！这才十来分钟嘛。刘老师。原来上个卫生间都蹲不下。对对。这就是这个技术啊！你看，非常好，我替你高兴。太高兴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好不好？谢谢。哎，太好。咱们就咱这个朋友交定了。好好好好。太好太好太好。刚来的时候确实是这个，这边吧就是老是踩，腿拿不动。对，上坡上不了。第一次就感觉了。嗯。上小坡都不行。对对。上小坡就觉得哎呀抽的。啊。这是原来不没这事实啊，这老师前次去年就开始治，叫一上城阳，我们在城阳上班啊，他们说接受一个有好东西也不行，治了一阵也不行，哎，就这一次，再就我就不去上班了，嗯，班就叫孩子去了，我就这么个年龄我去干嘛？对，走不动，我就给他了，再说也没什么大事，对，有什么事我回来签下字，完了就行了，完了。再就是，哎呀，有时候下雨阴天越发是厉害。对对对，阴天。妈，你赶快，就是李春雨专门就是野大夫那种。对。反正上去一阵儿，弄吧弄吧，就一阵儿。对。今天弄回来吧，今天挺舒服的。嗯。明天吧，慢慢慢慢又完了。对，小针刀。是啊。对。治标不治本。对。现在就是做什么也不影响你了。现在不影响。什么也不影响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对。在院子干活。嗯。洗完那水一桶，十斤，自己拎着提了那个，提了不是有花吗？啊，树，就浇花，玉兰花，全都在边提上倒了。那么你扔了不是可惜吗？对对对，看那个水源很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很紧缺，提不起。这过去你哪里敢？啊，过去你不行，这那完蛋了啊！对，不敢。对，这弄上我这，我的天！那水桶那个水桶能有多少斤呢？这也。就这个桶这么大，这么高啊、哦！那个桶也有二十来斤。谢谢你啊！啊，谢谢刘博士，不管怎么地，对，咱遇到了就是福分，缘分，缘分，咱们是缘分，就是、啊，好太好了！咱们你看做完了以后，大家都是朋友了啊，哦、嗯，开心多好，是，太好了，好，啊，来孙子，来孙子，回家，来孙子，来孙子，这边这家的奶奶。我是富儿，我对我，你刚才那个做一份儿，你那个莫大姐啊，啊，你有饭吃，你有饭吃，我们来啊，刘博士，好拍着啊，来，拍着啊，把你这个小袄披上，来，披上，披上，我今天看，反正是模特很漂亮，模特很漂亮，啊，他今天开心的，开心，哎，哎。我拍的啊，毕业了，哎，看了，可以啊，大长腿，大长腿，
这个广告，哦，咱性格真的，发牛，再来站一个，再站一个，